是金师爷。金师爷，金师爷，金师爷早晨。他是律师楼的财爷。掂掂掂啊！任大喺律师楼要开拓客源。金师爷你话有生意，唔推佢哋？廖家系有商人三十九。喂，一开大片做咗108单。他凑客觅满级。将趁早谂定张平安纸，点样分？照你意思去办。有遗嘱、家族信托、住宅兼证婚、离婚、物业买卖，做到咪做咯，嫌钱伤咩？佢系幕后推手，打造明星大作。对家同各官嘅习性、喜好、惯常嘅套路，一定要事前了解清楚。你要不停反对，反对，反对，最紧要砸佢，砸到佢唔知自己乜。最强班底点啊？司徒需要我呢啲咁嘅人才，我帮人搞离婚诉讼，唔系搞散人哋头家。两位被公认为最强 CP， 金牌师爷变咗监趸师爷，无良律师楼杀人凶手，法律系我哋嘅救世主，系咪好大讽刺？怀疑被告利用他的专业企图将谋杀罪名推得一干二净。我当事人决定自辩。我现在恳请法官阁下判我谋杀罪名不成立。机智雄辩，以法胜天，发言人。